舒淇爱宅在家当铲屎官，放放看可鲁伊上海大秀。这套跟这套都给小编包了。库里日前首度将2020早春大秀搬到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举办，舒淇、唐嫣与何穗都受邀出席。库里的秀就是非常符合女生、女孩子、女人们的购买欲，就是你看了之后，你就非常想要去拥有一件他们的衣服，非常的女孩，然后又很仙。就是飘飘的感觉，就它的中性的来带的柔美，所以每一件看起来都蛮想要拥有的。对，今天这个是有点像军装的感觉嘛，但是它又有这种好像学生时代那种百褶裙的那种设计，这些元素啊，所有女孩子喜欢的一些，或是女生们喜欢的一些元素，它 mix 得非常的好。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套是一个吊带的，然后后面有点裸空的一个长的感觉，像沙滩服，但又可以去走红地毯的那个黄黄绿绿的一个这样的设计，有点圆裙这样子。但是那一件要很瘦才能穿，所以我大概至少要瘦个2-3公斤吧。提到最近的工作计划，他还想继续休息，就不想要去很热的地方，然后人又多这样，所以大部分都待在家里比较久，做一些就是铲屎官应该要做的事情，喂一下猫啊，跟猫玩啊。